说吧，你想问什么？你喜欢的人是不是大哥？是。那我哥呢？他接受吗？接受。接受什么？魏志远，当初是我开门放你进来的。你刚来家里的时候还比我矮，我的营养一定都是被你吃掉才一直长不高。结果嘞，现在你还要把我哥吃掉。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你们为什么都不跟我说？就是因为是一家人，才在想要怎么告诉你啊。我认真问你，如果我把我哥分给你，你会对他很好很好吗？我对大哥怎么样不知道。那我要讲哥哥还是大嫂？韩先生早就知道了。韩先生，谁呀？哦，哦，三胖哥。嗯，他早就知道了。好啊，你们这一群人都把我蒙在鼓里，还说什么这辈子都不会骗我。对不起啊，魏志远，谢谢你今天的坦白。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，但是让我想一下要怎么跟你说。小远，我跟你哥跟熊哥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处理过这么多事啊？这些本来就是你哥要处理的事啊。哎，现在全部丢给我，哪有时间休息啊？想要累死我。啊，是这样的，小远，一直以来呢，我们都让这公司内部的事哦，就交给你哥来处理呢。我们就习惯主外，让你哥主内，大概是这样啊。所以就是啊。熊哥，习惯是能改的。我说过，我的团队可以加入，一来是主导研发设计，二来是省去外部沟通的繁琐步骤。我可以跟各位一起努力。
一起协助我哥。好了，小野，其实公司很多事情都已经约定俗成了。那对嘛，魏总啊，你应该喊我特助，不是说好公事公办的吗？好，那就麻烦我们的特助啊，多安排、多规划一些事情给我们的熊董跟我们的谭副总啊，相信他们会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这一次的工作上。没错，当然没有问题啊，一定努力的。谭副总辛苦了，好好努力啊。啊，那个小飞，来，我会努力。哎，魏谦啊，你是跟小野在一起吗？什么？你是不是跟小野在一起了？熊哥，如果你怕影响到公司，我可以。你可以怎样？你可以怎样？你说啊，你可以怎么样？我警告你哦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挥挥衣袖就不带走一片云彩啊！这公司是我们三个人的，你别想跑。啊，不是嘛？我其实觉得你们这样很好，你管别人想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事情比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还重要？我是觉得日子是你们两个自己要过的，那过得值不值得也是靠你们啊。反正我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反正我就只想祝福你们了，就这样。谢谢。好了，赶快弄咖啡啊，弄咖啡。来，帮我一杯。好。怎么了？干嘛这样笑？没事啊，只是单纯觉得有人穿这么帅来接我下班，挺好。谢谢你没放弃我。吃饭了，再一下。我想你的时候，世界停止转动，剩回忆
心中不断轮播。吹过耳机的风，是否也有你捎来的问候？哦哦哦，我想你的时候，全宇宙都沉默。那思念喧闹着不肯放手，说完再见以后，才明白再也不见的温柔。哦哦哦，就叫做寂寞。你再一下我就亲你一下，你继续忙没关系。你是故意的是不是？谁让你不听话？跟我去了。千哥跟小远在。喂，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啊？干嘛？你们都不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拜托，早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你怎么？真的？你怎么知道？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不是，哥，你们也有看到吧？跟你们说，上一次开会的时候，谦哥就这样把他的手这样搭在小远身上，然后小远就这样搭回去，然后他还捏了一下，太夸张了。小远平常对我那么凶，现在跟他哥在那么浪漫，什么意思？怎样？羊肉火烧啊！唱歌，谁是羊，谁是火啊？有差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公跟受的差别啊。公受。好啦，姐姐教你们。所谓的公呢，就是指老虎嘛。老虎看到羊会。然后看到什么？看到我。快点，快点，你赶快讲啊！快点。什么？看到谁？你赶快。陈哥。什么羊？什么口啊？我去教他。哎呦，没事吧？不是说好？没有啦，我是要跟你说，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可以接受，都很 OK 的这样子。对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哦，我们大家就是有点好奇，你们谁是公，谁是受了。我回来了。小月、小宝，哥回来了。是怎样？不是叫我买菜吗？你回来了，你怎么在小宝房间？这怎么回事？你都看到了，这个就……你要当舅舅？
你准备好了吗？啊？嗯。你有想清楚吗？嗯。你不是要当什么模特吗？你生小孩怎么办？生小孩很辛苦，这一辈子的事情，你要想清楚啊。嗯。三胖哥呢？他会负责吗？会。会结婚吗？会。会照顾你一辈子吗？会。哥，那你答应我，不要生三胖哥的气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答应。你答应了啊？不生气。来，小宝，来，拿着。当舅舅。你妈的！生命可喜可贺的事情，你干嘛这样啊？刀啊！刀呢？什么刀啊？我坐着冷静一下。我不是反对小宝生小孩，重点是他现在还太小太早了，他才23岁。三胖给我先上车后补票。我知道你很害怕一个人。但你放心，我们都不会离开你，所以你不要害怕。哎，没事讲这些干嘛啦？我没说我不去开刀，我只是需要点时间心理准备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好了就赶快去。小宝，小宝，小。哎，醒来！不要这样跪！你怀孕不要这样跪，你起来，小宝。你让他们讲，你让他们讲，我让他们讲。从小我是大哥一手拉把长大，平常的你是大哥，养家的你是爸爸。唠叨的你是妈妈，起来说好不好？嗯，来，起来。没错，你哥哥头发都乱了。小宝，哥不是反对你，可是想到就觉得很心疼，也很舍不得。我觉得你还太小，你才23岁，你还有很多事情想做，还有很多梦想追，还有很多地方想去玩，不是吗？所以哥也很怕，我怕你像马一样，先怀孕。结婚，过着不快乐的日子。哥，因为你，我一直被保护得很好。三胖哥，让我知道这个世界还有除了家人以外愿意全心全意对你好的人，就像二哥对你那样。
我们都值得拥有幸福，加油！好好保护他，好好爱他，不要让他受苦，也绝对不要让他受任何一点委屈。如果你做不到，就算是哥们，我也会翻脸。相信我，我去煮鸡汤给妈。菜买回来太久了。我来帮你啊。坐好，不用。陪小宝，小雨过来。三胖哥，小宝以后就交给你喽。行，快去。怎么了？我只是在想，如果那天早点打电话，是不是我妈就不会死？还是她早就不想活了？再怎么样，她都是我跟小宝的妈妈。看着自己这么痛苦，这样拖累我们，心里一定不好受吧？所以，如果他想报复我的话，其实我一直觉得是你妈让我们相遇。魏谦，在我心里你很勇敢，而且有我陪着你。以前都是你保护我，现在让我成为你的依靠，换我保护你。走吧，不要害怕。不管这个刀结果如何，魏家大哥，我的魏谦，永远不要忘记，你有我在，你的一半是我的，我们一起扛。生命中的人来来去去，身边还能剩下的那个不离不弃的，是幸运吧。经过失去，后来找回了些什么？找到家，找到家人，找到了想要爱一辈子的那个人。你教过我，自己做的事，自己要学着自己扛。就像你扛着小宝和我，让这条通往家里的路一直都在。跟着你选择自己走的路，无论多难，生死不论，无怨无悔。
幸福的代价。雨过天晴，彩虹和烟火到底在暗示着什么？回来啦。阳光笑得灿烂。在看什么？看上次他们拍的全家福啊，照片洗出来了。你干嘛看那么感慨啊？请勇敢相信吧，我们都要幸福好吗？没收好，赶快收一收，晚上他们还回来吃饭。山间小镇的夜色依旧笙歌，回家的楼梯上我们哼着歌。还好长得比较像小宝。微风却吹散爱情脚印，不留痕，渐远的距离堆成隔阂。无论你是我的谁，从今以后我们只有死别，不再有生离。转动，剩回忆在心中不断轮播。吹过耳机的风，是否也有你捎来的问候？哦哦哦，我想你的时候，全宇宙都沉默。那思念喧闹着不肯放手。再见以后才明白再也不见的温柔，哦哦哦，就叫做寂寞。是这样故事才会精彩，要假装勇敢几次才找到答案，就算难过要自然。我是一个怪咖，反正也没差。我不爱说情话，因为这太假。我也练过每一次出场，大华丽的服装，你却觉得这样的情。